原来此处便是那西天极乐净土。哎，哦对了，你怕不怕高？怕高？什么意思啊？是有多高？ 来的好兄弟，总说什么一叶一菩提，一花一世界。要我说，这里就是一城一世界，你说对吗？万国一城，一城一世界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我曾经犹豫不决。 他们对世人说：“神为人类创造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，地球不动不移，所有星辰围绕着它旋转不停。任何对此提出异议的人，毫无疑问是受到了魔鬼的蛊惑。神的骑士们，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刻，也是奉献的时刻。” 举起你们手中的剑，将所有胆敢毒舌的魔鬼送回地狱里去！重复一遍书的名字。书的名字是《论天体的运行》。救我的莫不是净坛使者？